哎，拔得很好，哇，你呀、啊，喉干呐、啊，睡眠不好啊，然后呢，对嘞对嘞，怎么办？唔知啊，那唔知你咪敢讲咩？你要叫人家怎么办啊？算得准又没有用，啊，所以收入，那么冲是最容易起烦恼的。哎呀，咱不然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明天呢、啊、要去Picnic啊，明天要去泰国，不懂泰国会不会地震啊？啊，冲冲就会比较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你的老婆如果很多冲的话，啊，你就要温顺一点对她，不要让她知道太多事。啊，好像啊，你中马票中头奖中一百万啊，你要慢慢跟她讲，啊。好像中五六万呢，你看他的反应，真的吗？啊，这样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好像两三万这样，我们到时候去再看喽。哎，如果一百万哦，他给错给一百万会怎样啊？没有啦，哪里可能啊？啊，然后慢慢啦、啊，慢慢啦、啊，慢慢慢慢啦、啊，拿出来给他看，那哦，十万而已啦，还以为很多，一辆车都不能买，就这样子，赶快做比喻，除非他会算啊，个十百千万。一百万是，所以冲的啊，你不要不要，还是有些人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。老婆跟他说：“老公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哇，那老公拿刀来砍他，有吗？有啊。还有老板说：“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把他辞掉，他可以收了走。”他一直坐在那个电脑前面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讲啊，全部的人赶快跑啊！他的八字如果有太多冲，一牙多台日啊，懂吗？啊，这叫失控啊！这个冲啊，也是桃花，也是桃花，特别容易有桃花。所以如果啊，老公或者老婆的八字有冲，老公对她好一点。啊，老公的八字有冲，老婆要对她狠一点。你敢、哎、对吧？那就希望把桃花给弄掉。不过放心，只要有学八字的人，他们很怕桃花的。真正的是八字的人，他们很怕。命衰还头灰啊，哪里还有人敢犯？利不从心，小人也特别多。小人在你最累的时候来攻击你，就好像哎呀，很累啊啊，小人就来了。啊，精神不好。所以如果八字有冲的人多运动多游泳啊，多打那个什么 badminton， 这样子呢能够也是冲 啊这样也是冲啊，把不好的全部冲出来，这是一件好的方法。所以这些就是啊，夫妻啊，情侣啊，儿女啊，好朋友啊，收入不稳定啊，这些啊，容易起烦恼，桃花，力不从心，小人，都是在这个地方来的。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叫我们的助理啊，一定要学会这个，因为学会这个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，八字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么说到破呢，破有破的人啊，周转不灵，每次周转都会很多问题的，每次工钱只有三千，花到最后呢三千三，小啊！你看那些啊八字啊有破的人，或者说你看那些跟这个大耳窿借钱，借了之后呢没办法还，去跟另外一个大耳窿来借钱来还给他，最后他就没欠这个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欠又借另外一个来还，那讲 long top long 啊 ，top 故变歹 long 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人就是破的人，钱财起伏较大。七很大，百万千万落千万百万，起伏很大，所以啊，破的人是可以去做大生意的。公司老板呢，就应该找八字很多破的人去帮他拼，因为钱不是他的嘛，他没有办法讲话的。啊，我这个 contract 多少一亿。我们公司可以跟你做的，你可以放心的。哇，讲个大，人家大呀、啊，
啊，最后 contract 签下来了之后，嘴巴讲没用嘛，要合约嘛。合约哪里会写？放心，我们一定能够做的。合约没有这种合约的啦。啊，所以你讲，你叫破的人去讲，老板们叫破的人去谈谈。啊 ，contractor 自己是老板嘛 ？contractor 自己是老板啦、啊。最怕最怕 contractor 自己是老板，八字太多破，得个讲字个。哎，这边你到时候跟我做一个 B 出 ，no problem，OK、okay、啦，给你做碎碎啊，老板龙毒，连门都没有啊，讲一套做一套的、啊、那种就是。所以呢，老板们请工人请破的去 fight big contract 的，他一定跟你拿下来的。还有，中国先喝酒先吃饭才谈，你找破的，八字破的。来喝啊，喝没问题啦，然后带他去夜总会，来再喝，破的人可以做。所以想想破的人呢，就是那种冲啊，锵锵锵锵锵，杀死十个，最后呢掉在龙沟死掉啊，那个就是破的啦，也不是没有用的啦，他们也是有用啊。破钱财起伏啊是很大的啊。那么破耗，破的人，如果你八字里面有破，麻烦你不要把钱放在自己的身上了，放在银行，然后跟银行写，千万不要有卡啦，那个 Visa 卡啦，什么不要啊？要钱的话哈，你那些银行啊，就是什么正觉银行 ，KX Bank 啊，为什么新加坡一间你还死掉又别再造啊？啊，锁住你的那种破的。啊，所以只要老板自己有破的，就尽量不要去做任何的投资，让你的下属去做。那么如果你是老板呢，你尽量选破的去帮你谈生意，这样你的生意就比较容易成功啊。破的人呢，十个里面呢有九个是不存钱的。最怕的就是什么，这两个字，比如说随便啦、啊、两个字啊，其中一个字是在你的十，在你的十啊，这个字在你的十，这个字在你的十，年月日时的十，那就糟糕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存钱给孩子啊，孩子都是完蛋的啊。但是没办法啦，你的公积金全部给他，他全部给你花完啦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儿女嘛，儿女破。那么也有人说先富后穷是为破，先富后穷，先有钱啊，最后一无所有啊，这些都是破。那么破的人啊，做的工作通常都是比较风险比较大啊，风险比较大的。比如说啊，如果你是大学生，你的八字又有这个破，那么你毕业后呢，就是很多人毕业嘛，你知道吗？大学生啊，他们毕业，他们的工钱都会下的嘞。比如说啊，2500啊，我2200就可以了。那另外一个 interview 呢，我2000就可以了。他们都会 fight 啦 ，fight 价钱的。他做八个小时嘞，我九个。啊，很辛苦的啊。啊，他这种八字就是有破的，啊，那么很容易遇到小人。破的八字是最容易遇到小人的，哪里都遇到小人，本来是要帮他的，最后变小人啊。比如说啊，吃饭的时候，来来我请，我的八字有破，哎，我请，人家就脸黑了，怎么我请都不可以啊？你看不起他吗？怎么做都是错了啊，静静咯，不要咯，不要也错啊，喵，不知道怎么做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怎么办？吃饭的时候谈清楚啦，还没吃的时候啊，先谈清楚嘛。
对吧？先谈清楚了，今天谁请先？我们不要在那边分来分去啊，对吧？谁请先？你请，好，你请啊，那下一次我请啊，啊，那就说好嘛，何必呢？在那边推来推去，奇怪，啊，所以破啊破，很容易遇到小人，很容易有这个晦气、晦灾气，很容易金衰啊。他好的时候很好，不好的时候啊，真的是打电话，每个人都不应他。现在在中国有一种很流行的，你知道吗？视频啊，哎 ，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好吗？假爸呗，吃饱了什么？啊，讲话讲话没问题。哎，你那边有没有5万块可以借我啊？一个月饼哦，不会动的嘞。然后那个人就在那边 ，hello。我家那了黑掉，气掉，他才在那边，哇黑啊！现在很流行啊，哎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啊，啊，我们新加坡比较早，我们没有这种，我们是 hello， 哎，到5000不 ？hello， 这是我们厉害的，啊，最笨的就是那些、啊、the number you call temporary are off， 你那种 standard， 你要跟人家讲几天都在一起瞎聊啊。就直接 hello， 嗯，卡都登个不能听，啊，那么还有一个，这就是破啊，这就是破的。那么最后一个呢是害，啊，最后一个是害。好，这是害，啊，回去哈。还有回去的 ，OK， 好，哎，你们是拍几张？你们放几张 frame 呢 ？OK， 好，来这个，好，这是一样，6个你们也要写，有没有他？他有没有？等一下，你们对你们自己的，你们要懂嘞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没有，好，没有，啊，最容易被冤枉的就是害。如果你的八字有害的话，啊，如果你的害是在年的话呢，那么是父母冤枉你；在月的话，兄弟姐妹冤枉你；在日啊，是夫妻冤枉你；在日时呢，是老板或者是子女冤枉你，或者朋友冤枉你，啊。而且很容易被陷害，没有你的事啊，最后变成一大堆你的事啊。那么有意无意都好了，大多数都是无意的伤害。小人，他是小人之首啊。小人如果要打死人，先打死有八字有害的啊，而且很容易被憎恨。所以啊，八字啊有害的人，一定要多带笑容啊！你千万不要打你的面啊，你的面你看到哇，真假的。那么害的人呢，他的八字的工作变化很大，比如说今天叫你打信，明天叫你买饭，后天叫你洗台了，哎，变来变去的这样子，啊。调你调来调去，调来调去，你把门调来调去。所以，如果八字有害的人，一定要好学，学东西要快，啊，要记住。啊，那么害啊，是最容易上气的，因为他不管做什么，他小心，小心越小心越容易出事，所以他很上气，很每次都会听到他说那种，哎呀，卖走了。做到死都没用，没有，明天也是做，滴滴滴啊没了啊，那种是害的啊，所以害啊，害在全世界啊，国外最多。每次看到人家嗨，龙头丢哎，啊，所以中国最好，你好，我们不叫害的，害行凶迫害啊。好，还记得这里吗？这边还记得吗？
啊，我们金和水是三合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三合一咖啡，好，这里金啊，是不是金？